这里有专门敷手臂的。哎，要把手这样撩起来。因为手呢是啊，针对这个部分嘛。但是包的时候呢，包是有方法的，对不对？好，我们来好好的看一看，到底应该怎么包。看看这个形状不属实。正方形哦，手的就是什么样的形状呢？好像有裤子，像一个小裤子一样。好，紧一点也无所谓啊，拉紧一点。放就这个以后呢，多用手指按按你的腋下。哦，它也有一个防水的外套，你要穿上。但是它穿衣服 ，OK， 形状的是裤子一样啊。当你放的时候就这样子，好贴心哦。幸不幸福啊？我手好酸哦，好酸。韩国如何？所以你按敷了以后呢，就多按。整个位置，同一时间你可以同时你在家里面看电视的时候，同一时间可以敷手、敷腿，全身都可以敷起来，还有敷肚子、腰部的。敷的同时，你可以去做饭，可以看电视，可以做清洁。因为我们香港那边的女生都很懒惰，坐下来都可以减肥就好了。最方便的嘛。所以这个叫做懒人减肥法吧？感觉怎么样？来，走过来，慢一点。你有没有感觉、啊、那么紧张？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就是烫烫的，烫烫有吗？有吗？有，里面很热。你先坐下来，很热。OK， 好，蛮热的，就十厘米。好，我们来回忆一下，刚才妞妞之前是三十，哎，不是，刚才37还是36？36 ，KK 你干嘛？36还六十多呢？你想说？好紧张。32，我回家好看。好厉害！加油加油加油！你能相信吗？天哪！老板送给我的哇！加油啊！真的，在量这边这个位置呢，真的就是以前的。我没有量过，看很明显，很明显，真的很明显。这里你看这个曲线哦，这凹进去了，出来了。这里哇，这边这边血分比较多，那个位置。所以我要告诉你，你这个上面完全可以剪得下来。欢迎来到我们的嗨淘瘦身实验室。那么在节目现场呢，我们已经做过这个实验了。哇，我们的美人专门的效果非常的明显。不过呢，当时我们有一点小小的忽略，就是没有做一个标记，所以呢可能会有这个网友和观众质疑了，你们这个到底有没有误差？所以呢，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的美人专门非常的有效，我们也采取了一个场外认证的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三位非常有虚胖问题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嗨淘试用会员，我们也要做一个这样的实验来认证。首先对每位会员的测量部位进行精准测量，并做上标记。向飞试用前臂围为34厘米，高智慧试用前腿围为38.5厘米。在认识三位会员后，我们赶紧来试用美人专门的产品吧。周良超试用的是紧致秀颜膜，针对的是脸颊部位。向飞试用的是紧致秀臂膜，针对的是上手臂的蝴蝶袖。高智慧试用的是秀腿膜，针对的是小腿。哇，已经到了30啊，之前是34，效果非常的明显。哇，之前是38.5厘米，现在是35厘米，有3.5厘米的差距哦，成功！用完了之后，感觉脸这边特别的紧致，然后感觉有点火辣辣的感觉，好像在燃烧脂肪。有比之前瘦了几厘米呢，感觉腿挺热的，然后腿也白了很多，对比起来效果确实挺不错的。好，那经过我们这个场外非常缜密的测量啊，证明我们几位这个在无论是在手臂还是腿还是脸上都有一些紧实的效果，所以呢证明我们的场外实验成功。